在银行。在银行。我想开一个账户。我想开一个账户。这是我的护照。这是我的护照。这是我的地址。这是我的地址。我想往我的账户里存钱。我想往我的账户里存钱。我想从账户里取钱。我想从账户里取钱。我想取户头结算单。我想取户头结算单。我要兑现一张旅游支票。我要兑现一张旅游支票。费用是多少？费用是多少？我应该在哪里签名？我应该在哪里签名？我在等一份来自德国的汇款。我在等一份来自德国的汇款。这是我的银行账号。这是我的银行账号。钱已经到了吗？钱已经到了吗？我要换钱。我要换钱。我需要美元。我需要美元。请您给我一些零钱。请您给我一些零钱。这里有自动取款机吗？这里有自动取款机吗？一次能取出多少钱？一次能取出多少钱？这里能用哪些信用卡？这里能用哪些信用卡？请访问 www.book2.de 获取书籍和课本。